跟大家哈，我们还有醋，我们客家饮食，来提供我们现场好朋友。腌那个萝卜干的有没有？这个也可以当花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盘花，我们不是说像那个什么流派，我们只是说我们生活里面随手可得的那个花器，还有那花材更是啊，像这些黄蝴蝶啦，还有小菊花啦，还有仙丹，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种植了之后，我们只要就随手。像那么精美的那个一个邀请函，如果每年寄出去邀请之后呢，就随手丢弃，非常可惜。所以能不能发挥创意，可以再使用，怎么利用？然后呢，刚好我们就努力的那个，就把它变成了今年的一个年历，放在桌子上来做一个呈现。